分开以后才发现有点不习惯，没有你陪我一个人，也不想吃快餐，冰天雪地也收不到你迟到的温暖，没有你发言有点麻烦，所以我就决定再写一首歌送给你，因为不行到了手至今还是词不达意，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这般的心情，然后麻烦你给一个回应。在考虑情人节要送你什么礼品，最后决定买礼品给你的爱你的相机，又害怕被当作没诚意，所以我就决定再写一首歌送给你，因为不信得到手至今还是词不达意，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这般的心情，然后麻烦你给一个回应。只剩下三个礼拜的等待，哦，我们又可以团聚，谁又知道你离得并不容易，可是相信我们能坚持下去，所以我就决定再写一首歌送给你，因为旅行到了手至今还是词不达意，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真的